来了，兄弟们，大哥们，看看今天的第一个笼子有没有货。今天的第一碗有鱼吗？哦，有哦。哎呦，好像还行哦。第一碗啊，有黄鳝，还有糖角鱼啊。欢迎停留大哥啊，早上好啊。今天的第一个笼子还可以哦，开门红啊。第一碗，再看看第二个有没有，第二个位置更好，这个可能还要爆网才行啊。欢迎隐恨孤怯大哥啊，这个草这边草多一点。啥情况？哟，还说这个多一点，搞得这个没有啊。整了条七星鱼，还有条罗非，还整了条这么大的罗非到里面来了。啊，真的是不能说啊，一说，说它多一点，结果它没有了。哈哈，哎呀。各位大哥们、兄弟们啊，整了条大罗非，跟一条七星鱼，这个桥我要钻过去还是爬上去呢？兄弟们、大哥们，钻不钻得过去？哎呀，钻下面来吧！哎呀，有点低呀、啊！来了来了，大哥们、兄弟们啊，继续找笼子啊！欢迎美好大哥，早上好啊，兄弟们啊，还有185大哥，又开始下毛毛雨了。今天没有拿雨衣来哦，有点麻烦，车上忘记放那个鱼了。哇、哦、有了有了，有货了。哎呦，螃蟹也大个 啊，两条黄鳝啊，两条黄鳝，还有几只大螃蟹。两个黄鳝跟几个大螃蟹啊。欢迎去有风的地方啊，看妞，还有不要脸啊！各位兄弟们、大哥们啊，喜欢户外的大家帮忙点个关注啊！波波正在收笼子，捉黄鳝鱼啊！咦，这个又没有了。一个有一个没有的，哎，哇塞，不起来呀！直播间的兄弟们、大哥们啊，有鲜花的飘一飘，鲜花，鲜花飘一飘，比心点一点啊！大家早上好。哎呦，有个蜘蛛啊！鲜花飘一飘，比心点一点啊！欢迎这个不叫啥名字啊，大哥，有吗？这个？咦，有一条啊，有一条在下面，有一条在下面啊！欢迎清风哥。欢迎大哥，刚收了五个笼子啊，五个笼子好像整了五条吧，空了两个，哎呀，要爬上来，哎呦，下毛毛雨了，感谢清风哥的相机啊，感谢大哥的真爱啊，又到海边去了，嘿嘿。那边还在下雪吗？欢迎64大哥啊，闪亮登场啊！
这是大哥你的真爱级别也十级了啊，感谢大哥的支持啊。又在下毛毛雨啊，兄弟们，今天如果下雨波波就有点难搞了，我都醒一个多小时了，这波哥还是一样每天都醒那么早的，天亮太早了，我们这边咋没天亮呢？你哈尔滨那边天亮了吗？感谢六四大哥的比试啊，这么早的，今天没有拿雨衣来，如果下毛毛雨的话，波波就玩兔子了。感谢大哥的棒棒糖，四点多就天亮了，太早了吧，四点多就天亮了。感谢191大哥的关注啊，前面一点点有两个，今天的笼子有点少。那晚上是不是天黑的好早的那边？晚上可能也是一个5点钟左右就天黑了，天黑了吗？欢迎孤独大哥，大哥欢迎你啊，等风等雨等着你。拐个弯，这里有两个，没有。那晚上差不多几点钟天黑的？早上亮那么早？欢迎风云大哥，早上4点多亮的。天亮了是不是好多人都起床了，睡不着，这么早就不怎么睡觉了。感谢清风大哥的魔法，祝大哥啊生意兴隆啊。哎呀，欢迎257大哥，这里还是刚刚那个水沟，不过这边水有点浅了，就整了两个而已，看看有没有货的。欢迎雪中仙，还有黎明啊，来了，有吗？也有一条而已，水不深啊，就一条货。还是前几天那种天气好啊，回南天加上又刚下了雨，满满的水就好多鱼跑出来啊。雪中仙仙哥啊，波波曾经的真爱啊，还要不要帮波波开个真爱？这边还有一个，感谢金泽大哥，感谢大哥的真爱啊。金泽大哥今天都还没有大挖塞的，哦，又是一条而已，还不大的哦，两个整了两条都是不咋大的，不是很理想哦，这里这个沟水太浅了，金子还是一如既往啊，找一下，哇，对。你们都是一样的早，就是波波懒了。欢迎洛斯啊，感谢洛斯的棒棒糖啊。只是波波偷懒了。今年就起来过一次早的，是闹钟调早了一个小时。哪有你们早？金泽大哥还是蛮早的啊。今天波波5点多一点直播了，你就早早来了。整的最多糖九一的就是去年啊，感谢烟哥大哥的比试，感谢兄弟们大哥们的支持啊。大家稍等一会儿，前面一点有6个。
金哲大哥，今天又周末不用上班，嘿嘿，不用上班就可以睡懒觉了。哎，还是你们好啊，周末就可以放假了。清明休假了三天哦，把时间调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也四六美女啊，礼拜天休啊，那就明天可以休息，是不是？不知道我们这边幼儿园的要不要上？欢迎钢铁大哥啊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哥，我们这边都从星期天放到了星期三啊，星期六放到了星期三啊，放五天。欢迎三哥，三哥好久不见你了，最近去哪里旅游玩了？把波波都忘了。这家伙啊，感谢三哥大哥的庇佑啊，感谢大哥的支持啊。还是公司上班，祝大哥啊，天天旅游啊，天天开心啊，继续走前面一点。感谢羽毛大哥的关注。这里有六个，看看能不能挖塞的。挖塞，今天要放快点脚步才行。来吧，八小时啊，双休。八小时双休啊，这样的工作可以了，金哲啊。不过如果是包夜的话就可以哦，如果是自荐的，你这样的工作我也不干了。自荐的巴不得吃饱饭就上班干活，包夜的话这个就无所谓，包夜的巴不得天天放假。感谢一块豆腐大哥的相机啊，还有，哎呀，感谢大哥的支持啊，还有比心啊，哎呀，波波去广东打工了十年都没得干过包夜的，都是干自荐的。欢迎只看不刷，还有屎刷刷，扣完社保5000出头，别说吃饭喝粥都难喝。如果是普通搬砖就是这样子的，5000左右啊。不过金哲，你这个领导的应该三个5000吧？哇，有鱼有鱼啊！有鱼来了，哎呦，七星鱼啊，七星鱼一条啊，兄弟们，大哥们，不是很大啊，也是昨天的鱼，大的七星卖完了，黄鳝也卖完了，后来婶婶一下子卖了3-4个客户，那个手机收钱我都有点怀疑。怀疑不是我的，打电话问婶婶了。灯关了，关了还黑麻麻的呢。关了给你看看洛斯。关的啥样了？你看得到吗？
天还黑的呀，他想下雨，所以黑黑的，还是开灯亮一点。哇，哟，这个坑没有黄鳝啊，彩虹鱼就超大，彩虹鱼就大条，没有黄鳝，妈的白整了啊！金泽，如果是5000一个月，一个人干的话，养家有点难了、哦。我们这边天都大亮了，我们这边天气正常的话也差不多的了，只不过现在天有点想下雨啊，你看，黑麻麻的天，屌，那个山上面怎么会有狗叫的？这个野生香蕉走了、哦、这水沟这几个可能白搞了，坑里都没有货，水沟里面有点难了。大主播要收徒吗？我当你徒啊，不用是不用收费哦，放心吧，来吧，金泽，可以的。如果你真是5000一个月来，波波带你捉鱼算了，跟你搭伙，跟你搭伙到外地去捉，搞辆那个小货车，可以拉摩托车的。把摩托车装到小货车上啊，到外地去捉，晚上又可以在车里睡哦。完蛋了，这个沟啊，这几个没有黄鳝呢，哎呦，白整了。来啊，收你这个徒啊，不收费还包吃包住哦，包吃包住哦，包赔啊。欢迎一刀哥啊！我不用教是不是啊？不用咋教的啊？只要就是看资源啊。主要就是哇，这个笼子在动啊，主要就是找地方而已了。来了，这个有七星鱼了啊、哦！总算有条黄鳝了、啊，两个七星。咦，黄鳝死了吗？想死了。黄鳝想死了，啊，两根七星啊，一根黄鳝。我开车，你开摩托、啊，没有要整辆货车拉两辆摩托车嘛？到外地的话，这样子就比较方便啊。然后那个车又可以放一些做饭的进去啊。就好像搞那种像人家摆摊开个小货车拉水果来卖的那种啊，那样子比较方便啊，不然的话到外地去你摩托车也拉不了那么多东西啊。欢迎南岩大哥啊，继续整鱼吧啊，兄弟们大哥们啊，开摩托车你只能拉网，你要还要再拉上生活用品这些，你拉不了那么多啊。有些地方还没有不给捉蚯蚓的，又没得买，你还要再拉上蚯蚓过去。哎呀，脚里有点痒，难搞了，穿着水裤。哎呦，里面是不是进虫子了？哎呀，是不是真的5000一个月？金泽大哥啊，不止吧？你这家伙，就像人家说的3个我操吧。
3-5000还差不多啊。欢迎袁维斌啊，直播间的大哥们兄弟们啊，有鲜花的飘一飘，鲜花鲜花飘一飘，比心点一点啊。我们继续找鱼。哎，我笼子拿去了，我是来养老的、哦、你这是等着厂给你买社保买到老是不是？感谢云哥啊，感谢大哥的相机还有真爱啊，感谢大哥的支持啊。在那里是不是干了好久了，金泽？哇，有吗？哇，总算有条大黄鳝的这个钩哦。哎呦，总算整了条大黄鳝，还有两条小西西。没有，哇塞哦！感谢云哥，感谢大哥的相机啊，继续整鱼啊。真是想找个富婆，哎，你在广东哦，随便都能找得到富婆吧？要不波波介绍个富婆网给你，介绍个 APP 给你，里面全是富婆的，富婆专业户来的。这个有没有？哎呦，哇，这个也有一条。哎呦，一条就一条吧啊，一条也能换个七八块啊，这种七八块钱啊，这个坑好深啊，这是草不够多啊，所以波波就整了一个而已。哎，要不你就介绍个给我。哈哈，就你那脑子富婆，我是。要不你就介绍个给我了，偷偷的介绍个给我嘛，偷偷的介绍个给我，然后，去挣点米啊，晚上努力点就可以了。欢迎胖子啊，欢迎大哥啊，还有小暖男啊，这里六个就整了三条货。哎呦，整了三条黄鳝，这次就天亮了。欢迎凡人大哥，兄弟们大哥们啊，没有关注的帮忙点个关注。山好水好你不行啊，腰太强了容易腰太强了就是容易扭伤。哎，问主要是腰强啊，还有那方面也强啊，所以妥妥的，懂不懂啊？20公分长，你说妥不妥啊？富婆看到都喜欢哦，是吧？现在的辣椒又值钱了，金泽兄弟们啊，哎，这个就是辣椒，这个现在这个好像是新苗还是老苗？应该也是老苗的而已。应该也是去年的，现在啊太强了，容易出人，也没那么严重吧啊。现在的辣椒要涨到10块钱一斤了，太强啊，也不是太强吧，20公分长，妥妥的而已吧，刚好。刚好合适用啊！欢迎往事随风啊，兄弟们收了。
收了8个加6个，收了14个，14个轮子，放一下货，我们继续搞。今天下了50多个，50多一点，20公分啊，你能把桶捅破？没那么厉害呀、波波的没这么厉害呀、兄弟呀、还把桶捅破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哎呀，小猪哥，稍等一会儿啊，波波放一下货先啊。哎呀，大哥啊，货放一下车，然后再继续打。今天的七星鱼也不大了。装错袋子了啊！感谢金泽大哥啊，感谢大哥的礼物啊！波波本来说把这个没有七星鱼的装一袋，有七星的装一袋，全部都装到一个袋子里面了。等一下把七星鱼给压死了。感谢金泽大哥的短臂啊，祝大哥啊！早日傍上2个富婆啊，祝大哥啊早日不用努力了。走了，我们换地方了。前面一点有8个啊，兄弟们啊，看看能不能挖塞一下。不要灯了，兄弟们，这次是可以不用灯了，把灯放好些。放不进去啊。稍等一会儿，兄弟们，大哥们，我现在刚才收的是在水沟啊，现在我们到翻墙里面了，翻墙里面整了8个。看一下能不能挖塞的。
个人，兄弟们啊，这里有8个笼子，不过8个笼子要停3次车才行，停3次车不用走这么远了。感谢大哥啊，感谢图形大哥的相机啊。现在这边整2个啊，不带灯，有点黑黑的啊。感谢大哥的关注啊，对的，准备好哦吼啊！咦，没有拿灯下来，黑麻麻的。哎呦，要小心一点，这里很多那个竹子有刺的。昨晚上这里勾到头了，黑麻麻的呀，有没有鱼呀？这里没有草，好多树叶，哇，才1条啊，有货啊！哎呀，也不止1条啊，一条大的，3、4条小的，还行啊，一条大一点的啊，开始上货啊，跟几条小的，我塞不了啊，兄弟们啊。这一个大山塘来的，上面草多一点，那边下了5个，这边下了2个而已，因为这边没有草，波波又整了少一点。哇，有没有？哇，又是一条，还有条七星，也是不大的，2个都有货哦。虽然不大啊，总比空笼子好。欢迎灰太狼啊！我们要拐过那边去，把车子整过去啊，好收一点，不然等一下转一圈又还要转回这里来。哎，今天都还没有大爆网呢，这两天有点凉快啊。长脚鱼差不多有10天，自从下冰雹那天到现在我都没什么长脚鱼了。欢迎溜达大哥。要放快脚步啊，今天的笼子有点散。这里又有一个，其实这个山塘蛮大的哦，兄弟们看，等一下上面那里有5个，这里一堆草又整了一网哦吼的哦，大哥说的哦。欢迎英文大哥啊，还有3个6大哥，来喽来喽啊，哇塞！牛逼可辣死的哦，大爆啊！哎呦，有哦，还真的有哦，大爆网算不上啊，货就有啊，2个黄鳝，下面还有条七星鱼啊，整了3条也行啊，3根鱼。今天长脚鱼的影子也没看到有啊，这有5个，哇！这里种这个人种这个种这个果树可以啊，这个人种这个果树
一颗荔枝啊，还有一颗龙眼，搞了好多泥上来啊。波波也要买两颗枣的龙眼回去种才行。欢迎黑哥啊，闪亮登场！欢迎大哥来了来了，兄弟们啊，大哥们，看看这里还有五个，能不能挖塞啊？我们这三个圣诞老人嘛，来了，兄弟们，大哥们啊，来挖塞了。哇，这个，哇，笼子还真的在动了哦。哎呦，我靠，一条小七星在这里动什么动啊？丢，一条小七星在这里动，骗我，妈的！上当了，被这个小七星给忽悠了。我还说这个笼子在动呢。鬼不动就挂了，对，小七星没有用啊，要大货在里面动才好啊。这小货，还有四个这里，看看有没有爆网的，来往爆网的黄鳝行不行啊？我丢，筷子哦，咋都是小的呢？这里前面的还大一点啊，后面这两个都这么小的，白整了，白整了，白整了。别说大爆网了，大一点的黄鳝都没看到有。哎，又是筷子啊，全是筷子，这地方不行了。刚才那三个的还好一点。说小啊，都比这里的大，搞得这个这边位置好一点都没有大的。哇，这个还行了，这碗就还可以了，大哥们啊，兄弟们啊，有个两三条像样一点的来了来了，像样一点的。欢迎意见大哥啊，哎呦，有吗？咦，货每个笼子都有，就是不咋大啊。啊，一条七星，一条小黄鳝，欧了，这里整完了，兄弟们，大哥们啊，感谢豆后大哥的赞啊，欢迎小哥啊，一间大哥啊，兄弟们，大哥们啊，大家早上好啊。走喽，换地方喽。还有多少个地方？一二三四五六，都还有五六个地方，每个笼子都有筷子啊，对的，每个笼子都有筷子，没有没有大的。今天的笼子好散的，兄弟们，大哥们，
还有五个、十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然后又五个、六个，脚都软了。现在到下个地方去报网吧，后面的地方应该多一点货了。啊，哎呀，务农啊，大哥，欢迎永乐哥。走了啊，兄弟们，大哥们啊，我们要走了啊，欢迎洛西。小小的呀，够了。金泽大哥啊，这里挖塞不了啊，这个山塘啊。大哥的相机啊，稍等一会儿啊，兄弟们，大哥们，下个地方波波打包票啊，有大货的了，用波波的诚信来打包票。大哥的相机啊，兄弟们，大哥们，大家稍等一会儿。
大哥们，兄弟们啊！我沙哑了。又亏了，我太黑了。我一下卖酒快一点，稍等一下子，兄弟们。兄弟们的支持啊，军哥要给波波送礼物，波波就是有点黑，他就不会中大奖。来了来了，看看能不能上大货，就看这里了。哎呀，多米大哥啊，能不能上大货就看这里喽。能不能，哇塞啊，
哎呦，腰有点疼啊。这老腰不行了，这里五个，然后旁边一点有十个，可能也能不能哇塞，就看这两个地方了。哎呀，就像金哲说的啊，波波这个腰太强了啊。富婆不喜欢啊！感谢关山大哥啊，开个集结，看看有没有兄弟大哥啊，帮忙过一过的啊，看看能不能哇塞啊！哇，是哇塞还是哦吼呢？我丢，还说哇塞，不会一条都没有吧？妈呀，整了条筷子啊！啥情况啊这里啊，感谢关山大哥的相机啊，还有烟哥的棒棒糖啊，整了条筷子还说来这里，哇塞，波波中风了这次，哈哈，耶，这个笼子在动啊，笼子在动，兄弟们啊，哎呦，看看是不是大七星，反正笼子就在动了，不会又是小小的骗我吧，妈的，两条小七星在这里动，动个鬼了哦，两条小七星在这里骗我，我靠，这里这么漂亮，没有大货，不可能吧，这个地方，欢迎真假大哥，这样的地方如果都没有鱼的话，就我也不懂为啥了啊，我也不懂啥情况了，感谢黑哥啊，感谢大哥的真爱啊，欢迎土狗啊，牛皮又吹大了，哦呦，哇这个有了，哇在下面啊，三条，有货有货啊，我以为全部都没货就难整了，这里这么漂亮啊，三条，偶尔还是要来一点惊喜的嘛。啊，三条货，兄弟们，大哥们啊，还行啊。感谢黑哥，感谢大哥的相机啊。后面还有两个，希望都有货，希望再来整几条啊！军哥老是把波波关注，是不是？军哥今天也比较早一点了。哦，这个笼子又在动了，又看到在动了，看看是大的还是小？哦，看到货了哦，这次。看到货了，哎呦，还可以哦，黄鳝七星都有这个，哎呦，哇塞，总算能挖塞一次了，哇，好多泥巴这里，哎呀，一早上就这个最多的了，又大条。我天天的找，就是波波晚了，是不是？今年都没有去年起早过，是。哇！现在军哥还有没有起床跑步？我洗一下先啊。哇，大货，大黄鳝啊，七都有啊。
感谢黑哥的江湖泪啊，还有赵云煞，总算整了碗像样的。还是军哥好啊，就想早上多锻炼锻炼身体啊，晚上就可以多加加班了，是不是？黑哥啊，波波太黑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江湖令太黑了，我哪天都不到6点就起床了啊。那可以啊，早睡早起。咦，哇，还有一条啊！哎呦，还有一条啊，还行啊，后面这三个，除非下雨是不是？除非下雨就睡懒觉了。啊，习惯了，黑哥也是好早的。黑哥也是每天早早的起床的啊。你两个都好早的，清风哥也是好早的。哇，这里走不上去，哎呦，我还是走水里吧。欢迎天哥啊，欢迎大哥啊，啊，悟能大哥，还有小张。刚开始两个没有，还以为这里全部空军啊，就白整了。后面三个整了1斤多货，还行。我们老年人了啊，都习惯了，怎么可能？你们这种是勤快的。不过黑哥我还是挺佩服他的，感觉黑哥都不用睡觉的晚上。黑哥，我感觉你应该是缺爱呀，缺老婆的关爱，晚上要叫老婆回家睡才行啊。两公婆搂着睡，睡得香一点呢，你说波波说的对不对啊？你这小伙子就会睡懒觉，没有，波波从来都没得睡过懒觉的。像我们这边的人啊，好多年轻人都是。中午都可以睡到11点、12点了，波波从来都睡不了那样子的。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哦，现在结婚了也是一样的，都没有说像人家可以睡到中午10点、12点、11点这样子的，最多7、8点钟就要醒了，还没来啊，还没起床啊。要去呼叫他才行。要到群里去呼叫他哦，说秀秀来了，哈哈，说秀秀来了，要叫他来才行啊。欧了，还行。欧了，走了啊，前面一点点啊。今天礼拜六啊，我毛还没来，我毛还在睡懒觉啊。这么下午睡一下午啊，晚上哪有觉啊？感谢啊，感谢李哥啊，感谢兄弟的相机啊。对，姐倒是还没来啊，姐今天有点晚了，周六，不知道要不要上班了。因为我们清明节那时候跟星期天、星期六一下子放了5天假，不知道今天要不要补课。大姐可能，我怀疑可能都要补课。
金哲就说今天要上班呢，所以我感觉大姐可能也要上班。感谢李哥啊，感谢兄弟的鲜花。前面这里有十个，欢迎丽丽姐闪亮登场。丽丽姐做扣肉了，哈哈，吃扣肉了。感谢丽丽姐的真爱。兄弟们大哥们啊，没有开真爱的给波波开一个啊。还有曾经的真爱粉，你做嘛，波波家里还有，哈哈，做有啊，我也会做了，现在波波也会做扣肉。做的量的话还是蛮好吃的。好了，来了来了，兄弟们啊，大哥们啊，这才休三天五天刚好啊，来了兄弟们啊，黑哥今天要不要去报道？丽丽姐想不想吃波波做的香芋扣肉？其实我感觉还是那种有点酸甜扣肉，吃起来没那么腻啊，有一点点酸，还带一点点甜的那种，那样子的吃起来没有那么腻人。哎呀，来看看这里能不能挖塞啊！兄弟们大哥们啊，我感觉这里也是能挖塞的，要不要都可以啊，不想出去就不去啊，这样的工作好啊，坐火车头的工作就是不一样啊，哈哈，为国家做贡献啊。我刚才做的排骨啊，我自己想出来做的，挺好吃啊，又研究了新菜品，是不是啊？感谢军哥的招财啊，感谢大哥的礼物啊！啊，这里就有一个，这里有五个啊，我们先到那边收四个先。求活哎，没有，没有戏，你还说？你老是玩都还说天天出一个火车头，那个火车头哪里出来的？黑哥，你告诉我，你说天天能出一辆火车头，你又天天在家睡觉、哦、这个火车头就跑出来了。欢迎飞哥啊，还有柠檬大哥，哎呀，还有顺钱大哥啊，哎呦来了，欢迎佑哥啊，啊这个辣椒啊，这个我感觉这个是新苗的啊，他们你看后面种这个。新苗的就赚钱了，这次啊，十块一斤了。现在这个是后面种的啊，十块一斤了。我材料爷啊，你啥也不懂。我不啥也不是啊，啥也不懂。还是你这个工作轻松啊！来了来了，大哥们啊，
看看有没有的。今天花花一条都没看到啊。欢迎孤独，还有沈科大哥啊，一个真爱都没人开了今天。哎呀，不管他了，兄弟们、大哥们过过就可以了。来了，哦，是哇塞还是哦吼呢？咦，不会吧，走了这么远，走了这么远没有货啊？白整了啊！说相遇一头我就来了，丽丽姐还在吗？啊，波波相遇就有了，你看，打个给你们看。哎呦，啊、相遇大不大个啊？哈哈，相遇啊，欢迎天宝大哥，相遇就有了，扣肉就还没有。感谢尊哥，感谢大哥的鲜花，感谢大哥的继续找笼子啊，感谢大哥的六六喷雾啊，66个喷雾啊，六六大树啊，兄弟们啊，是我们家尊哥啊。来喽来喽，能不能来点哇塞的给波波喽？哦吼，不会吧？丢，有就有啊，不大啊，你看小小的，小货、啊。感谢大哥、啊。我靠，波波这么黑吗？没有货哎、啊。白搞了，走了这么远，哎，我的爆网的在哪里哟、哦？不会吧！我丢，小七七呢？这么黑啊？对的，都没有货的黑哥、啊，全是小七七。我都想把它放出来啊，拿着手机又不好放，我都想把它放出来，下次长大再来捉、啊、一条大的都没有，就四个，收了三个了，哈哈，还有一个，哇，总算有两条，哎呦，最后一个啊，我黑呀、啊，我毛还没起床嘻嘻、啊、最后一个整了两条大的，还可以吧，兄弟们啊，大哥们，还是有两条的。去群里呼叫他啊，叫他起床，叫他起床，不。叫他起床来试试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看，其实这个辣椒还是很高产的，黑哥兄弟们，你看这么多、哦，上面长得满满的都是。叫啥阿姨？哎呀，按照我做蛮工。冬品呐、啊，冬品，哎呀，那又讲我冇收下，收，继续冇收了啊！我不知道、啊，想看看，想看看不着、啊，货又大条了，就是少了点啊。来了，你看天黑黑的，最近呢、啊、天气真的是要下它又不下大一点啊。
那天下冰雹，那天它要不下久一点，下大一点啊。欢迎心仪啊。欢迎大美女啊，欢迎洛西啊。啊，回到这个坑了。这里有一个百分百爆网的黑哥，兄弟们相不相信波波啊？波波拿命来担保啊，哈哈哈，拿命担保百分百爆网的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保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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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来了，哎呦还行哦，哎呦还行，那你命不值钱啊，应该还可以吧，还可以的呀，哈哈哈，啊这个包票可以吧，有没有一斤也差不多吧，反正大大小小的啊，大大小小还可以。哇，这个鱼要钻出来了，彩虹鱼都钻出来，这是有点黑呀。啊，这里还有两个洞。呼呼呼呼，那这里水流下来了，山泉水。我要上去先，哦，上上面这里还有五个，哎呀，哎呦，啊，欢迎三哥啊，感谢大哥的关注啊，欢迎梦中人啊，还有清风玉意啊，感谢军哥啊，感谢大哥的赞，大姐都不来点赞了，是不是？要发个信息给大姐才行，知识整鱼啊，兄弟们，大哥们，上面这里草也蛮多的啊，能不能挖塞？这里波波就不敢打包票了。欢迎无私啊，上面这里波波就不敢打包票了。看看啥情况，好像有吧，哎呦还真的有啊，哎呦哇塞，大姐不在群吧，没有在群啊，你们老是找亮点，我不敢拉他进群呢、啊、哇，下面还有一条，下面还有一条，老是找亮点，波波不敢拉他进群，耶、yeah, 三条啊，还可以啊，兄弟们啊，大哥们啊，还行啊，啊发财就靠这里了，发财了是靠整了六个，哎，本来可以多整几个的，我看人家扔个那个竹竿钓鱼竿在这里，有人来钓过鱼，所以波波就没整那么多啊，强烈要求加他，是不是啊？下次他来直播间先，来直播间先，你叫他加你。咦，这个没有了，空了一个，哎呦，爬不上去。还有三个。还有三个笼子，继续找笼子，咦，这个哪里去了？不会被偷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有人来这里偷吧？完了，笼子呢？
不可能吧？我要私聊大姐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这些波波这个笼子，难不成有人来偷吗？不可能吧，我感觉前面两个都没人偷，这个不见了，奇怪了，兄弟们啊，奇怪了，就在这里都不见了一个，不可能吧？好溜，有点邪门了。哎呦，我上来找一下上面这两个先。如果上面这两个不见的话，就肯定是被偷了啊。哇，好像有人，好像是有人来找，对没有啊？好像是有人来动过，这里都翻了好多，翻了好多水葫芦起来啊。应该找对了。对，有人来这里翻过，这个还在吧？这个在啊，哎，这个还在啊，不过没有货。欢迎小天同学，有人走过这个地方，再看看这边这个。应该没走错吧？这个在吗？啊，这个也在啊。哇，这个有啊！哎呦，有糖角鱼啊！糖角鱼啊，兄弟们啊，不见了一个，有点奇怪了，兄弟们、大哥们啊。两头的两个都找到了，就中间的没找到，没找对啊，再找。但是有人来过这里，你看这个水葫芦，人家都翻起来了。他可能偷了一个，然后又到上面这里又翻了一下，又来这里翻一个，没有翻到。我再下去找一下，哎呀，再来这里找一下看看，奇怪了，我感觉应该是没有了，再捞看看，到底有还是没有啊？应该是不见了啊，这里。捞了又捞了，这个位置我记得很清楚的，旁边它这里没有草的，旁边稻田流水下来，这个坑这里有点没有水的，然后我就在旁边这里整了一个，哎，哦丢，被偷了，笼子被偷了还无所谓，主要是他偷了我的笼子。偷了我的笼子，下次他就自己拿来下了，就不好搞了。下次这里的鱼就被他逮完了。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是鱼心重啊，确实是不见了。确实是不见了。啊，他偷了这个，然后又来旁边这里，看到没有？把那个水葫芦都挖起来了。难不成我是下在这里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！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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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掉下来了！我靠！衣服湿了！哎呦！哎呦！手机没有报废了，差一点点。哇啊，口袋这个还好吧？
口袋这个也还安全啊。哎呦呵，妈的，直接躺下来了。我说来这里再找一下，哎呦，找不到了，妈的，失身了，失身了，被这个屌毛偷了笼子，害我找了又找，掉坑里去了。哎，走了走了，不见了，没办法了，啊，没有办法了，又不见了一个。哎呦，幸好不是特别冷啊，特别冷波波就完蛋了。等一下看看表妹出不出来，出来要叫表妹拿个裤子出来换才行。走喽，兄弟们啊，感谢军哥，感谢兄弟们大哥们的赞啊，手机绝对没事啊，一点没晃荡。我是把手机拿起来，人躺下去了，人躺下去，水从水库钻进来了，钻了一点点而已，要是钻多了，口袋的那个也报废了。幸好手机没有放在胸口这个口袋啊，另一个手机啊，这里又进水了，这里如果是放这个口袋肯定又报废了，要把水倒出来先才行，不然等一下一不小心啊，把手机扔进去又没了。今年过完年那个手机就是扔在这个口袋，波波不知道啥时候进了水，扔了个手机进去耗水。哇靠，那个人来了，走了，走了走了，这十个不见了一个，就只有三个小蛙塞的啊，三个整个有应该有一斤多黄鳝吧，也还行啊。哎呀，要放开脚步了。欢迎秦毅大哥，那个那个笼子，看不见啊，也不看。波波宁愿那个是被，宁愿是波波没有找到啊，也不宁愿是被人家偷啊。如果被他，隔壁有几户人啊，有几户人，如果是被他们偷了的话，以后他们就拿我的笼来这里下的话，鱼就被他逮完了。我来就没得搞了，我波波宁愿是自己没找到，只要金钱，只要是被偷过的，被偷过笼子的地方，你后面再去的是很少人的了。一般偷他就是，要么就是同行啊，要么就是附近的人。附近的人偷了，他就经常拿来下，所以你什么时候来都没有鱼了。我感觉不是被偷了，我也
搞不懂了，反正那个水沟你看，五个上面两个，下面两个，就中间那个不见了，可能小朋友捡到了，知道了，可能人家又来放那个夜钓，钓鱼被人家拿走了吧。不是同行的，要是同行的话就全部给你整光了，同行的话他一看就知道下在哪里了，他就全部拿走了。感谢大哥的魔法弹珠，感谢春哥的礼物，这个魔法弹珠啊，更亏啊，更黑啊，来了，兄弟们，大哥们，这里有两个，不过水不深啊，要是水深一点就好了。两个笼子，来了来了，感谢军哥，感谢大哥的真爱，还有补心。不过在哪里啊？好像走错地方了，要走这边才行。哎呀，来看看是挖塞的还是凹凹的。欢迎，开心就好。哎呀，水不深，有没有鱼啊？哦吼，丢，哎，有条小的。妈的，有个筷子啊！欢迎啊，尊哥啊，欢迎各位大哥们、兄弟们啊！欢迎风雨人生啊！哎呦，你看这里有一个坑的，这个坑可是没有水啊，下了几天的雨都还，这个水都还渗到那个泥巴里面去了，就只有一个小坑坑有水。哇，小坑坑有水有鱼啊，哎呦，要是哇，这里有货的啊，有货啊，三条啊，就这么一点点水啊！欢迎低调大哥啊，证明这个坑有货啊，下次下了大雨过后啊，下过大雨过后就可以来这里干个四五个啊，肯定能爆网的，要下超大的雨才行啊。有个坑，大姐来了啊，大姐，黑哥说要加你的威。大姐啊，黑哥要说要加你的威，有空跟你私聊一下啊。欢迎大刀来了来了，哎呦，欧了啊。这两个还行啊，哇，七点多了，放快脚步，放快脚步。一斤两斤三斤，不知道有没有四斤啊？
是很多啊，志峰哥今天感觉跟昨天差不多，可能比昨天多一点，我感觉。在这里加了一瓶油，黑哥亏死了。就在这里，一个怡宝的那个大瓶子要20块钱。我们村里的那个怡宝瓶的才，怡宝的大瓶子不是那个雪碧的大瓶子才。13啊，油价跌了吧？没有跌，昨天没有油了，没有油就在这里的小店买了一瓶，要20块钱，那个矿泉水瓶子。上次叫表妹送的那个好像13还是15而已。还更大瓶了，更满。反正要被人家坑了，我晚上。哎呀，小智啊，好了，这里三个也不好收啊，放开脚步吧。这里有三，以后去加油买的不好。昨天可能又忘记加油了。
油不够，我就在这里买一瓶啊。对，他们买的这些又还是私油啊，私油又还贵，他娘的！啊，早起，他拿20块，他最少也要挣个6-7块去了。太黑了，这个老板。哎呦，欢迎天津大哥啊，还有李哥啊，各位兄弟们、大哥们啊！哇塞，来看看有没有鱼吧。河里面这里有一堆草，下了一个。看看有没有货。哎呦，哎呦，有大七星啊！哎呦，哎呀，还有黄鳝啊！啊，2条七星鱼啊！你看，好猛的，2条七星啊，跟一条黄鳝，还行啊。前面一点还有两个。冷冷的，伤透了我的心啊！感谢军哥啊，感谢大哥的赞啊，感谢天津大哥的相机，继续找鱼吧。继续找笼子，看看还能不能来点小蛙塞的。感谢大哥的相机，来了来了，今天花花一条都没有。哦，来了，货来了，兄弟们啊，来了，你看啊，又得两条啊，还有条七星鱼啊，鱼放开我，毒死你是不是？放不开啊，放不开了，有货、啊，哎。这里还有最后一个啊，黑哥啊，波波感觉又要爆网了，哈哈，感觉啊，啥情况啊？我丢，一说感觉就一条都没有啊的，一条七星还不大啊，一说感觉它就没有，唉，每次都这样。前面那两个没感觉的哦，还有点黄色。欢迎无聊、哦，还有遥远的幸福啊、哦！遥远的幸福也是大姐来的，黑哥是表妹的亲大姐。走了哦，兄弟们、大哥们啊、哦！我们要一路收回去啊，收完就到镇上了，有6个笼子在镇上旁边一点点啊，以后提起来再告诉我。欢迎啊，王子大哥啊，还有漫步大哥啊，感谢军哥啊，感谢大哥的赞啊，不会吧，10000赞了吗？这么快吗？这么快一下子就10000赞了，我都没发现呢，一下子啊、哦！欢迎暖心大美女啊，闪亮登场啊！你也偷乐的，哎呦，
大姐，你点了多少？一万赞。你有没有点有500呀？走了，兄弟们，大哥们啊，走了走了，有哦，有雨，这么勤快啊？勤快就是懒咯，不懒吧，这么早就来拔草了还懒呢、啊、我点了10个你点了10个，剩下的都是大哥点的，欢迎苏晨啊，我点了9000还是俊哥厉害啊，一下子就整到10000啊，11000的可以了啊，军哥，可以了、啊、兄弟啊，点有个10000了、啊，波波就不错了，这不是野生一头啊，可对，这个不是野生的了，这个人家种的了，还野生啊，这个在地里面呢、啊，今天明天啊都要参加学习啊，学啥习啊？你都是加利敦大学的，还用学习啊？加利敦大学的大学生，不是野生的，要过段时间才可以挖。呜呜，呜了。欢迎小爱同学啊，欢迎大哥啊，还有七栋我师啊，兄弟们，大哥们啊，欧了，有5个跟6个，很快的，以你放点药啊，整死得了。感谢清风哥大哥的超级真爱，体育老师学，学体育老师肯定就学习投篮呗，学习打篮球。还有两个地方哦，大姐经常都要到农村里面去扶贫的呢，军哥。其实他当这个老师也感觉也挺忙的，还没搞完。对，经常听大姐说要去扶贫的。
做你也不会做的吧，我感觉。反正我就不会做的。多少套都不会了，黑哥。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做的好像是第八的那个是跳起来的那个，那个要跳得很厉害的。感谢哼哈大哥的关注啊，来了兄弟们啊，大哥们啊，到了凤凰传奇，凤凰传奇给我走起来，看来军哥还是喜欢跳舞的，哈哈，感谢大哥的比试啊，感谢兄弟们、大哥们的支持啊！啊，你们看一下，黑哥直播间的大哥们啊，这里有个啥东西啊？这里一个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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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个啊，这里。哎，我靠，头一下子晕，一下子晕了一下啊！看到这东西啊，一下子晕了一下。有四堆泥在这里。哎呦！同学们跟着老师的节奏嗨起来，来了宝地啊！来吧，嗨起来吧！来来，欧雷雷吧，欧雷雷，欧拉拉吧！有没有鱼啊？哎呦，也有哦，在下面，咦，下面一条，上面一条，下面这条咋死了呢？啊，欧雷雷，欧拉拉，两条啊，这里还有点烂房子。鱼呢？鱼呢？哎呦，水太浅了！哇，有货有货！哎呦，水浅也有货啊，兄弟们啊，大哥们啊！啊，三四条，这房子里有漂，可能有啊。像人家探险的要来这种房子探险，才过瘾吧？铁头娃对不对啊，兄弟们？你看，探险，你看这房子烂成啥样了？旁边有几个坟，探险要来这种地方探险才过瘾嘛。有没有？咦，这个又没有了吗？啊，他刚才那个那么多，这个一条都没有。波波的鱼窝在里面，没有鱼窝，都不是很多，黑哥，一般般而已的。只能说一般般。咦，这里不是很多呢，三个。
探险干嘛？捉漂总行吧，不探险就捉漂啊！哇塞，哇塞，下面还有条大的哦，上面这么多啊，来了啊！哎呦，开始挖塞了！哦呦，仔细读啊，那不是啊，波波波波鱼的窝在里，在这里啊！啊，问题是鱼没有窝啊，你看。货、哦、还是可以的、哦、欢迎强哥，有本事去没人进的深山老林里面，是不是？去深山老林里面就不是去探险了，去喂老虎了。我感觉就是去喂老虎了吧。一个两个四个，还有两个还是一个，有点忘了。有点忘记了，风水宝地啊，哪来的深山老林？有还是有？我们广西还有很多大山，没有很少人进啊。咦，小小条的啊，都是不大的，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吧。应该还有一个啊，还真的是、啊、这里有六个吗？我记得下了五个，现在收了六个。哎呦，还行，你看条子蛮多的，就是不大、啊、大哥们兄弟们啊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六个、啊、我记错了，我以为这里五个而已呢，有六个啊，我一直都以为这里五个，欧了，空了一碗啊！再过半个月笼子就没有了，怎么可能，黑哥？今年还算好，不像去年。去年波波刚开播那一个月吧，还是第二个月，被偷了，应该是第一个月。反正我也忘记了，有一个月哦，被偷了五六次哦。那个月就被偷了好几十个笼子了。啊，风水宝地又来了。旁边还有房子，你们说，兄弟们啊，黑哥、大哥们啊。旁边还有房子有人住的，我怀疑你是怀疑的是你脑子。反正我记得这里五个而已，收着收着就整了六个出来了，忘记了。有时候下着下着就忘了，想东西多。哥今天不上班了，哎呦，这里五六个哦，有一斤吧，后面的再整个一斤就差不多了，后面还有六个，再搞个一斤波波就满足了。
不是把主任给贿赂了？我手机咋这么烦呢？大哥的风车长走过头了，走过头了。哦呀，最后六个。已经到镇上了，到那个麦铁老板家，麦铁老板的背后啊有问题吧？那个湖南麦铁那个老板就是在上面这里卖铁的，在他家背后这里下，他说之前他也买过那个笼子来下，他说他捉的都死掉了，他说。欢迎小贝壳啊，还有逍遥大哥啊，兄弟们大哥们啊，最后六个了，来了来了。报啊，波波啊，希望如此啊！黑哥借你的吉言啊，希望如此啊，报完啊！来了来了，兄弟们啊！感谢重庆大哥的关注啊！六个再整一斤就够了，要求不高啊。我的要求并不高。哇，好像有哦，我好像有大货。哎呦，哎呦，来了来了，两条哦，还有虾哦。哎呀，两条货啊，漂亮！第一碗啊，感谢黑哥啊。感谢大哥的江湖恋啊，欢迎闪电大哥啊。有货有货。再来一个，感谢黑哥的江湖恋啊。还有黑哥江湖恋老师。啊，波波太黑了是不是？哎呦，又有啊！耶，一条啊，两条，有条筷子啊！欢迎风无风不起浪啊！今天也还行吧，兄弟们啊，也还可以啊，马马虎虎收获啊。
试试着啊，这个最难收的，看看能不能来往大货。这里好多刺，有没有？哇，又一条而已呢。哎呦，妈！哇，又是两条啊，全部都是两条两条的，不大。这第一网整了条大的啊，还有这么多小虾米啊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个，军哥去哪里混了一下？你们都不喊伟伟来啊，不喊简来，简说波波喊他这个简字喊不清楚。感谢大哥的鲜花，最后三个了，兄弟们啊，在这个水最大的熊熊兵啊，你们太黑了，是不是？波波太黑了。来喽来喽，最后三个，看看能不能来点哇塞的，在这个水沟里面啊。哦，有吗？咦，我靠，总算有一条花花了。今天的第一条花花啊，这两三天花花咋这么少呢？一条小小的黄鳝鱼没有啊，花花太少了吧，花鱼不会迷路大。